19世纪中叶，资本主义列强用大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，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，现香港开五口，残害生命的鸦片如潮涌进，而大量白银却向外流去，农民负担逐年倍增，土地兼并日趋严重，腐败的清王朝正义会城形影隐灭，贪官酷吏如同虎狼。 压迫与身，反抗与烈，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英雄们，在广西金田揭竿而起，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，掀起了震惊中外的农民战争风暴。 看起来啊，做什么生意也不如黑金子能暴富啊！风险也大呀，谋大利者必办有风险呐。听说你上一船货出手，又买了800亩好地呀，还不是靠王大人庇护啊？不过，你可要小心啊！近来平南、桂平一带。 不太平啊！连着几年，欠收，粮价飞涨，拜上帝教又在民间兴起，你呀，可别逼着百姓造反呐！我为什么办团练，也是防着这一手啊。这拜上帝教和天地会一样，都是鼓动穷人造反的。天地会是散沙一片，这拜上帝教呢？ 听说那个教主是个姓洪的，叫洪秀全。听说这人呢，是真神下凡。不过教众都没见过，可他说的那一套深得人心，只要传下他一句话来，那教众立刻奉若神明。凡事还是小心为是啊，这黑金子的事儿千万不能让拜上帝教的人知道。他们呢，最忌恨这个。 有人！不好呀！
包大人，您真以为他是个贼吗？入货仓不行窃，那还有什么好事？这个人我认识，叫林凤祥，做小买卖是个招牌，走村串户，专门为洪秀全和冯云山收纳拜上帝教的教徒。他是个头目。我看呢，他来者不善。那不正好吗？当贼抓，先压下去，砸上料子，乱民贼子不可轻饶。走走走走走，朕的假不了，下手吧。走走，老实点。走走走。这个人不能送衙门，万一他说出货仓里的黑金子，我们就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。是啊，这个把柄啊，不能让拜上帝教的人抓住。我看一不做二不休，上后沉到江里算了。不惜太子，遣将凡间。不惜太子，遣将凡间。人之悔改，魂得升天。人之悔改，魂得升天。阿门。阿门。斩谢刘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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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官府粮商却不卖粮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对，没法过。我已经派校长会去打听了。不好了，林凤祥被抓起来了。这样有像他们传说的那样。怎么办？先别着急，我去想想办法。我找兄弟商量一下啊。啊，如果真有这种事儿，我们这些上帝的儿女就不能不管了。抓起来！被抓起来！不信你问他。是，怎么办呢？人得救，不过这事儿非同小可。这样，我们先找冯先生商量商量。那还不快走啊？走。好。这事儿弄好了大快人心。对，弄不好会打草惊蛇。是啊。这样，我去请秀全顶多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！这么推来推去的，林凤祥早就人头落地了。哎呀，你别急嘛，这么大的事儿，只有秀全能做主。我不管。哎，先叫你哥，你说啊，怎么办呢？快拿主意啊！这件事啊，就这么办了。你们两个快进来吧，秀全大哥要亲自向你们说他的计谋呢。
哦，好，哎。都是饥民吗？这么多，恐怕要出事儿。我看，这货先别卸，粮也先别装船。万一饥民暴动呢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派兵驱散饥民。好好好，红军查实了，买鸦片的钱不够，就以粮食给啊。别急别急，粮号的存粮都已经装船了，这样下去。桂平县被饿死成千上万的人不可。冯先生，你该怎么办？去看看，走吧，去看看，走。好。咱们呢，得好好跟他们说明的，讲清楚。对，好，跟他们讲清楚。乡亲们，我们去跟他们讲理。走，走。是拜上帝教的，我叫冯云山，这是我们的子民。哦，这是来上帝教的二号头目。啊，拜上帝！上帝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我看你们是妖教惑众。你敢污蔑上帝？啊，上帝是你随便污蔑的吗？我们这些上帝的子民不会饶了你的。我们拜上帝教，劝人向善，并不危害别人。你这个巡检大人为何无缘无故抓我们的人？哎，你做的事是我亲眼所见，你不会这么快就忘了我这个货郎吧？那么好吧，既然这样，就叫你们的洪秀全出来，我就教人。我还真想见识见识你们这位上帝的次子。洪先生乃天父遣下凡间的真主，岂是你随便见的吗？对，不是你随便见的。我谅那洪秀全他也不敢出来，只能在背后扇妖风，让你们这些人上当。子民们，洪先生，上帝的子民们，我洪秀全既受上帝差遣，就是替天行道的，光明磊落，何惧之有？兄弟姐妹们，普天之下皆兄弟，灵魂同是自天来，上帝视之皆为赤子，我洪秀全和你们在一起。
你看看这些上帝的儿女们，不是同胞胜似同胞。你平白无故的抓走我们的林凤祥，我们的兄弟姐妹，能答应吗？能答应吗？不能！龙剑，别误会，我确实没抓你们的人呢。王大人，你敢让我们搜吗？这，你们反了！这是官船，谁敢搜啊？不好惹，我不想与你们拜上帝教的冲突。你们要是聚众闹事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如果王巡检心里没鬼，用不到害怕。你可以带我们搜嘛。如果搜不到，大家也去了疑心，这有何不可啊？王大人，你不要让大家等得不耐烦了，众怒难犯。你王巡检不会不懂吧？别因小失大，放了吧。万一那林凤祥就是为黑火而来呢？放了人不是全露底了吗？少跟他们废话！乡亲们，我们去搜船了！搜啊！船都反了！快看，不行！快看，快看！二位是不是怕放了人，你们的黑货也就露了底呀？我不明白洪先生说的是什么呀？哼，王大人，趁饥荒之年，你勾结劣绅。如果你真的贩卖走私鸦片，你可是犯了死罪啊！王大人，你敢拿大清律以身试法吗？洪先生，你看，洪先生，凤祥，来，抬上来，抬上来，大哥，快！存的粮一船船运出去换鸦片，黑了心了。大皇家巡检勾结劣绅，竟然贩卖走私鸦片，坑害百姓，把中国人一个个都变成了废物。他们就是上帝要我们铲除的妖魔。兄弟姐妹们，天是我们耕，故事我们知，上帝可怜他的孩子们，怎么能忍心看着他的孩子们挨饿呢？现在我们就开仓放粮。给我吧，哎，你去吧，去玩吧。嗯，大黄江口这一闹，痛快倒是痛快。可是，你把王基和王作新给放了，他们岂能善罢甘休？桂平县大堂王烈，是王基的堂兄吧？王烈在走私鸦片的勾当里，充当了一个摇蛾摸扇的角色，这里边有他的股份呢。他看着我们烧了他的鸦片，分了他的粮，他能不来抓人吗？我看
我们必须事先做好准备。你放心，王烈，他绝对不敢因为烧鸦片的事抓我们的人。他要这么做，就成了公然对抗朝廷的人了。现在朝廷表面上也是不准走私鸦片。哎，云山，我先叫人虚张声势，说是要往上告。这拜上帝会。 可不同于天地会，天地会是乌合之众，一打就散。这拜上帝会是小事锋芒啊，里面必有能人，干得滴水不漏。人家烧鸦片，分抢的粮食用来换鸦片的，是赃物。你不但不能抓他，人家反倒先把告王及王作新的橙子送上来了。好一个先发制人！那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嚣张下去。 那么，祸乱就不远了。我不但不能抓他们，还要通缉王及王作新，否则朝廷怪罪下来，我不好交代。这官儿没法做了，现在他们到处网罗教徒，到处在洗礼做礼拜。桂平县的城隍庙、孔庙，还有关帝庙，快叫他们砸光了。他们这一套是邪教无疑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让拜上帝会的人。 看到了自己的力量，大家信上帝教干什么？还不是因为活不下去了吗？大家要吃饱，要穿暖，希望上帝能够拯救他们。这一回，成千上万的饥民在快要饿死的时候，分到了粮食，得到了实惠，上帝也让大家看到了官绅勾结的丑行。这，对我们在屋子里。 做一百回礼拜，讲一百回道理，那可管用啊！嗯，你当时决定大闹一场，围上归他们那时心里没有底，怕受不了场啊。云山，你在广西传教七年，你知道他们需要什么？我们出些重症拜上帝，积蓄力量，最终还不是为了推倒清妖，创造太平盛世吗？现在教众是心急如焚，跃跃欲试了。 像桂平、武宣和向周等地，都形成了一个大的基地。秦日纲、林凤祥、曾水源、黄再兴、黄玉坤、曾天阳，都是一呼百应的人物啊。哎，桂县怎么样？除了石达开那的龙山矿工以外，次谷也不弱吧？王维正、王玉秀等人几次恳求你，早正大位，以收人心呐。云山，嗯。 紫金山的探工最得力了，我看萧朝贵、杨秀清很有本事。这两个人就是没什么文化。这两个人与探工们势同生死，很有威望。以我们现在万余剿众的规模，我看可以起事了。当初我们选定广西。 看来是选对了，这里是天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，山多地少，穷苦的人多，活不下去的人多。我们振臂一挥，应者云集啊！那就咽下这口气嘛，上面怪罪下来，我可承担不起呀。抓人还是要抓几个的，不过不以拜上帝教的名目抓，抓几个头头，一样打击他们的气焰。老忠臣高明，学生佩服，这是良策。 你准备抓谁啊？擒贼当然擒贼王了，或者是洪秀全，或者是冯云山。你可不要请来神送不回去啊！老忠臣，放心吧。现在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。我已告知石达开、杨秀清、萧朝贵他们开始秘密团营工作，让他们提前做好起事准备。对。 打造兵器，筹集钱粮，这是头等重要的事情。我们烧鸦片、抢粮的事一出，恐怕官府就不会对我们等闲看待了。嗯，明天我去找罗大刚、苏三娘，这两人手下各自有一两千人马。哎，云山，当年这罗大刚、苏三娘跟天地会的胡有福联手，居然攻打过广西省城桂林呢。 这是一支了不起的力量。
如果他们归服拜上帝教，我们的力量就更强大了。他们一皈依团营的时候，让他们多做点事情。你去吧，咱们的小册子他们早就看过了，骆大刚、苏三娘都十分赞赏，只是究竟能不能和我们一起干，这还不好说。总得把蒙眼布摘了再说吧。给他摘了。是。啊！哎呀！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，原来是洪先生。你就是苏三娘吧？我。哎呀，洪先生，我只不过是个小喽啰，我叫谢满妹。苏三娘出来，你肯定会倒吸口冷气的。为何？因为她美呀，好多男人都是这样的。娘，大哥，先生，真是久闻大名啊！幸会幸会，难得难得呀、啊！来人，在把桌子摆上。是，我要和洪先生痛饮一番。对，来，洪先生，三娘，请，请。洪先生，我们这些人呐。上江湖七八年，就如同水上浮萍啊！哎，现在好了，自从入了拜上帝会，我们就好比落叶归根。从今往后啊，我们愿听从洪先生驱遣，愿与二位共叙同胞之情。洪先生，我们可是散当惯了的人，你收下我们就不怕有辱圣洁吗？哎。说远了，我是求之不得呀。可是，你们的杨秀清不这么看，他说我们是江洋大盗。胜者为王侯，败者为盗贼。今日为盗贼，他日为王侯，这有何不可吗？啊！痛快，痛快！来，上酒。今天我们歃血为盟。且慢，拜上帝会是禁酒的，我们洗礼是以清水为敬。那他可不好入会了。哎，我呀，不可一日无酒，每喝必三碗。那罗老弟，还有三思才行啊，免得后悔啊。哎呀，不就是酒吗？我戒了就是了。那除非是江水倒着流，晚上出太阳。洪先生，大丈夫命都能舍，更何况是酒啊！啊，洪先生，你看，哎呀，大刚，哎呀，我真不该激你的，再激你连脑袋都砍下来了。洪先生。今后啊，我要是再喝酒，就如同此谈。你看，他就是这么鲁莽。他可以为知己者死，可就受不得猜疑。日后，我如有对不起二位之处，二位尽可踏伐。洪先生，你尽管吩咐。什么时候起事？张昭、邱大嫂六股人马不是都来了吗？这事包在我身上。今后啊，我们
全听洪先生节制。哎，你急什么呀？先让洪先生为我们洗礼吧。哦。是啊，走。哎，你们这是？哎，这是怎么说的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怎么私闯民宅啊？你们什么私闯民宅？你们蛊惑人心！我可是堂堂的读书人，你们县太爷见了我也是以礼相待，你们为何如此无礼？你跟我说不着，有理到公堂上去说。水火棍会让你说的。哎哎，你们为什么抓人呢？为什么抓人？洪秀全呢？他不住在这儿。不住在这儿，给我搜搜啊！走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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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奶奶。快点，快点，来。这是造反的证据，带走，走走走，你走，你们走走走，快走！兄弟姐妹们，上帝让我们忍让，我们不能违背上帝的旨意。大家各自安居乐业，我冯云山，一不害国，二不扰民，堂堂正正，何罪之有？大家不要担心，我会没事的。大家请回吧。啊，大家回去吧。冯先生一向光明磊落，不会出事的。回家吧。啊。卖卖酒啊，我的兄弟啊是个读书人，经济重视啊。卖酒 啊，放心吧。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放心吧，大家请回吧，请回家吧，回家吧。大家回家吧，保重啊，保重啊。谢满妹，洪先生，这么一大清早，难道你跟我一样在替苏三娘看衣服啊？啊，苏三娘，真是女中豪杰啊！怎么样，印象如何？啊，我还从未见过这种韵致的女人，啊，我还真不敢想，居然她是天地会的首领。要不是你说的话，我还以为她是大家闺秀呢。她曾经就是我们这一代首富的千金小姐，不但人长得漂亮，而且还琴棋书画无所不能。那为什么会落草为生呢？哎，三娘的父亲性格耿直，从不阿谀奉承，也不愿讨好官府，结果被奸人陷害，死在狱中了。是三娘刚毅，告发了那些昏官，结果连他也被看守在县衙里。哎，还是罗大刚把他从狱中救了出来，这不也就落草为寇了。哥，哥，我跟你说，冯先生让桂平县给抓走了，
各地都动手了，抓了我们十好几个人，都是找茬抓的，什么欠税捐啊、抗捐的，反正现在人心浮动，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。三娘，三娘，出事了，咱们去看看吧。别慌，我马上回去。哥，杨秀清让我告诉你，千万不能回去，乱摊子由他一个人收拾。你一回去，肯定叫他们抓走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呢？万一你被人家抓起来，那教众岂不更是人心浮动吗？抓我？好啊，我正想尝尝桂平县大牢的滋味，我马上回去。哎，洪先生，你不能回去啊！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我和罗大刚带着人杀上桂平县去。哎，还不到时候，那正好上当。现在他们巴不得抓我们的把柄，我们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挫败官府的阴谋，稳住人心。我带五百兵壮替你保驾。好，不用，有宣娇就够了啊。哎，拜托了啊。好，风云山一出事儿，自然是人心慌乱，不好收拾。曾水源他们要劫狱啊！不行，这会坏事。这是不打自招。如果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，那也另当别论。可是现在我们只是有人，武器还没有打造好，粮草银两它也不够用。关键是，我们还从来没有在教众面前说过我们要起义的目的，这匆忙起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那也不能把风云山大哥丢在大牢里不管呢。我派人找秀全去了，看他有什么好主意。我估计啊，他会有些好办法的。哟，来了！来，请请。好，都来了。你看，请坐，坐。哎，我看这人都到齐了。这冯先生一被抓走啊，闹得人心惶惶，乱了阵脚。这从前呢，贵妇咱们的大头羊张昭又投靠了官府，更是乱上添乱。洪先生招呼罗大刚和苏三娘去了。哎呀，都是一路货，这些江湖绿林呐，都没长性，靠不住。咱们大家伙都出出主意啊，宣娇去请洪先生了，咱们也不能这么干等着，对不对？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。咱们连冯云山都救不出来，哎，谁还相信咱们上帝啊？对，秀清，我看咱们召集教民，把县衙门给他砸了，干脆跟他们干了，这么活着也是受罪。咱们呢，跟他们拼了，打死一告本，打死两个，咱们还赚。咱们就干吧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我看可以啊。对，跟他们干，跟他们拼了，拼了！山不转水转，没有过不去的河。大家都回去。明天在金田村举行露天礼拜，凡是受过洗礼的人，无论男女妇孺，全都来集合，人越多越好。好，这主意好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哥，我看你此来凶多吉少，人家抓你还抓不到呢。你却自己送上门来，要不然还是让各级人马会齐吧，该拼就拼。七年之功岂可毁于一旦，小不忍则乱套谋啊。洪秀全他会这么傻吗？自投罗网？不管他，先抓了再说。哎，不可莽撞，他是来者不善，要抓，也要把他弄到里面来诱捕，听听他说什么再定。嗯，你把人准备好，大堂见，给他下马威。
是是。请问哪位是洪先生？在下便是。啊，王大人有请。我虽没有功名，也是经过县试府试的读书人，其中如此轻慢，去叫你们的县太爷开中门来见。王大人这衙门坎儿够高的，看来是不想让我进去啊。啊，洪先生，请坐。王大人，洪先生有不坐的习惯吗？我是王大人的客，不是阶下囚啊，何故在这大堂上谈话呢？难道王大人是要审问我？那你最好先下拘票。你说对了，洪秀全，你听着，本县正要通缉你，你识趣送上门来，可算你自首。来人！来！你笑什么？我笑你是个不识时务的蠢材。大祸临头你尚且不知，还想欺世盗名？好啊，来吧，只要你不后悔就来抓我。我既然有胆量上你的公堂，岂有胆怯之理？你不必色厉内荏，这正应该说你自己。还不并退左右，听听我要说些什么。下去下去下去。是啊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是给王大人送这个来的。你休想讹诈本县！何人胆敢冒充本县首级，栽赃于我？王大人心里最清楚了，你与你堂弟王姬勾结不法劣绅王作新，居然蔑视法庭，鱼肉乡里，走私鸦片。你给李卡写的亲笔放行信，你能抵赖吗？王大人，你刚才看的是手抄本，真迹在我的手上。我看你胆敢抓我，你这官儿也就当到头喽。我已经吩咐了，有人会拿着你的手令真迹到巡抚稿司那里去出手。你这是陷害本县。我说王大人呐，你是抓我呢，还是请我到书房谈谈？先生，不愧为能收罗上万教众之首领，果有异于常人。好吧，请到本县书房里去，总不辱没先生了吧？大人自然是读过《诗经》了，在《大雅文王》里有这样的诗句：“唯此文王小心翼翼。”昭示上帝，欲怀多福。
这不是有上帝吗？这书经想必大人是在启蒙时必读的吧，你的老师不会不教你。唐诗里有欲畏上帝不敢不正之句，你不怕上帝吗？大人也读过孟子吧？啊，为官者不都自称是孔孟的弟子吗？那么先师说过，为曰其助上帝宠之，这上帝总不是我洪某人所造吧？你巧言令色，你大人恰恰是让孔孟之书给教坏的，才变得如此虚伪贪婪。儒家推堪妖魔作怪。你知道不知道，连孔丘都跪在天兄基督面前再三的讨饶，苦苦哀求，你们却仍然执迷不悟。怎么样，大人，冯先生，我可以领走了吗？你说什么？你没能指出拜上帝教的危害，也没有朝廷的禁令，你只有放人的理由，没有扣押的理由。这个，本县不好擅专，还要禀报劳中丞，希望洪先生能够理解。怎样向劳巡抚禀报？那是你这县太爷自己的事情。我只给你三天时间，三天你要不放人，别怪我不讲交情。若是本县放的人呢？我会派人把大人的手迹送还给大人。啊，王大人，如果你现在想抓我，机不可失，还来得及啊。我要是一旦走出这个门，你可是后悔莫及啊。先生多心了，我真想抓你也不在此时下手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嘛。这倒像句真话，王大人有长进，有长进呐。啊，王大人，告辞了。告辞。真吓死人了，没想到你又从虎口里出来了。哎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我是胸有成竹才闯来的。看你这个高兴劲儿啊，冯云山表哥肯定没事了。哎，你还别说，用不到三天准放人。真的？那当然。太好了。哎，你等会儿。哎，苏三娘，罗大刚，快出来啊。洪先生啊，洪先生，洪先生，三娘，大哥，大哥，啊，你们这是准备劫狱啊？哎，不是，这是宣娇妹妹的主意。万一洪先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那我们可要把桂平县踏为平地。你说是吧？对，把桂平县踏为平地。杀鸡焉用牛刀？我只不过是舌战一斧如罢了。哎呀，洪先生，你可真跟天神一样啊，是啊，能够逢凶化吉呀。是啊，是啊。谢谢，谢谢。既然上帝派我来带领大家进入小天堂，上帝必在暗中时时保佑我。像苏三娘这样的人品能够伴我左右，这也是上帝所赐吧。宣娇，啊，哎，洪先生，杨秀清传过话了，说是为了你的安全，让你暂时不要回金天村了，你就住在我们这儿吧。啊，好，大刚，我正求之不得。大刚啊，我们过几天不是要归过去了吗？这里远离教众，洪先生在这不太方便。你这人，好，洪先生，走，我们到那边去看看。
好，走。哎，哥，你去花州山人村胡一口那里吧。我看那里最安全。哎，注意打探，冯玉山一出来，马上送到山人村去。好的。哎，洪先生，万一县太爷他不放人呢？那，你找我要人。好。快看呐，红江！这紫金山可真是藏龙卧虎之地啊！是啊，我查过寻州方志，上面可是说这里地僻而险，久为藏污纳垢之地。那是贪官污吏写的方志，岂不知穷乡僻壤，民生为难，百姓不堪欺压，揭竿而起容易成功啊！就算是官府派兵来围剿，在这个时候也不易奏效。对。你看看，这百领千回的瘴疠之乡，若藏了十万甲兵，谁能够发觉呢？确有眼力啊！紫荆山虎视龙行，何该是我们的发祥地？嗯、对呀、啊，走。好。哎，你刚才说杨秀清在干什么？哦，他在祥统请神，几千教徒都去了。为什么弄这个？冯云山表哥一被抓起来，教众人心惶惶，可能想用此法稳住众人吧。巫术邪道，怎能与上帝同日而语？小的们听着，朕派四子洪秀全下凡，带你们迎接小天堂。尔等不可违拗洪秀全，有他，什么困难都会过去。不可不听他的，为他即是备战。哥，你当时一跪下吓了我一跳，
我以为你会说降铜术也是妖邪之术，在扫除之列呢。上帝托降，我岂能不信？哼，我看杨秀清是在用上帝来收拢散了的人心。不许胡说。哎，哥，后面的我都听懂了，前面的我怎么也不懂。哎，天机不可预泄啊。什么天机啊？杨秀清疯疯癫癫，又唱又跳的，这和民间的巫术有什么区别呀？嗯，你不能低估了巫术。这地方的人信，信则灵。杨秀清这个人脑子灵活，用降铜术代替天父传言，比我们讲十天都管用啊。哎，哥，那三八二一是什么意思啊？这里面藏着玄机啊。啊，你看，三八二一就是一个红字。何乃玉石？是什么呢？是秀字。人作一土，不是个全字吗？嗯，坐而民吉，你应该懂啊。洪秀全，洪秀全为王。嘘，哎，不要张扬，但是不等于不可以向白上帝教的人传扬啊。嗯，哎，好了，我们快点赶路吧。啊，天亮前要赶到山人村。桂平县的知县已经答应放人了，啊，明天我就派人去接冯先生。洪先生真神人呐，只身闯公堂，把县太爷震得六神无主啊。嗯，即刻化险为夷啊。总算闯过了这一关，可以松口气了。哎，不然，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。王烈虽然没有抓住拜上帝教有什么越轨之处，但已开始怀疑我们蓄意谋反。他们现在组织附身大户，办团练，磨刀霍霍，就是冲我们来的。我看现在已经水到渠成了，我们应该立刻打造兵器，准备起事。嗯，很对。这几个月官府和团练经常找我们的茬子，他们拘捕了我们的教徒卢二，并杀害了他，还以谋反为名把黄威正、吉能胜投入了大牢，我们的教众已经忍无可忍了。好，这正是一个好时机啊。下一步着手准备。哎，你往我被子里塞什么呢？一只大蝎子。蝎子，蝎子我也不怕，我这个人呢五毒不惧。哎，玄娇姐姐，嗯，你闻闻，可香了，怎么样？这么香，我从来没闻过，这是什么香啊？这呀叫太平香。嗯，听说紫金山里有一种树，嗯，长在悬崖上，没有本事的人是采不到的，要舍命才行。然后把树皮采下来碾成粉末，装在这里边，那就行了。嗯，你们。哎呦，婉梅，谢谢你啊。从今往后这洗脚水我自己打，我可不是什么红门千金啊。玄娇姐姐，这热水啊不是我打的，这被子也不是我铺的，还有这香袋呀、啊、也不是我送给你的。哎，那是谁呀、啊、谁对我这么好？总不会是你爷爷吧？我不说，人家不让我说。好啊，那你可别后悔。我有什么好后悔的？我也没什么短处抓在你手里头。是吗？
你是个假小子，真丫头。啊！哎，石头姐姐，石头姐姐，求求你，这个你千万别跟人说，除了我们家人，没人知道的。哎呀，玄娇姐姐，求求你千万别说呀！我从小就穿男孩子的衣服。哎，玄娇姐姐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跟你说，我从小还跟我爷爷学武艺呢，我还要当大侠呢。你千万给我保密，不能告诉别人啊。好啊，我一定替你这个大侠守口如瓶。哎，玄娇姐姐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呀？那你就别管了。哎，你告诉我，到底是谁打的洗脚水，谁放的香袋？我可以告诉你，可你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呀，我保证守口如瓶。是他，是我萧叔叔萧朝贵。啊？哎，你怎么脸红了？啊？孙权怎么脸红了？别瞎说。哎，真看不出他还是一个这么细心的人啊，一点都不像山里的烧炭工。哎，就说来也奇怪，他平时不爱说话，可说出一句话来就能顶死一头牛。他性格挺直吧？哎，可大伙儿都喜欢他。他在那伙烧炭兄弟中间说一不二。萧娇姐姐，你别不好意思啊。去。哎，那你觉得萧长贵怎么样？哎，你嫌他长得丑啊？嫌他是橘子皮脸？你当是拿着刀去砍香蕉呢？砍哪串都行。是一个故事。